啊，今天来开始钓什么，吃什么，就来到这个之前的地方。这边有点，要不然这个五阶蟒可以，哦，要修这个很痛，这刺到手超痛。挖的换气啊，小溪鱼反而躲到这边来。我是小卷的讯号，还是来这边试试吧。OK。先只咬一些了，哦好。木炭也没用到啊，我不急啊，下次再用吧。使出大绝招！冰箱里面很多鱼，没差。哦，嘿嘿。很多鱼，喝鱼啊 ，OK 啊。送进去烤箱喽。
喜欢在烤啊。理想状况就是这样子啊，千万不要为了这个烤鱼而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啊，不然呢，外面烤肉太辛苦了啦，又热，鱼又钓不到，还是回家吃这个好了，这才是绝招啦。OK， 又有一个吃，对不对？模范。有饮料，然后等下烤鱼可以吃。哎，哇，好了，大鱼啊！嘿，烤鱼。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啊，有机会再去野外烤肉吧。好，拜拜。